给吕蔚婷，想 handoff 没有，这个开后门又给一个背后的妙传，乌龙帽做给库萨斯，打得非常有耐心。一个他的进攻把握度以及他的一个分球，其实刚开始还没有显现出来。Brickman 高位这边艾伦帮他做一个 pick and roll， 哇 ，Jason Brickman 上篮得分，对 ，Brickman 应该有发现 ，Cousins 现在来守他 ，Brickman 在分球给到库萨斯，篮底下卡到好位置，对，真的是库萨斯，哇，直接一个 hook shot 吃掉了 Cousins， 对。